工匠，就是打底的工匠师。起来啦！你要睡觉了啦！这么早起还要给人家睡？他没晚睡。你都把人家吵醒，然后现在又要睡觉，不可以睡觉。有没有老师我来？阿姨，公婆。好像就是他们这时候都要睡回笼。这个爸，这个爸，这个爸真的是辛苦啊！哎呀，不可以说那句话。你要说我。你的都说完了。很剩帐篷。你要陪米娅睡觉。啊，下面下面下面，甘蔗下面。你要什么？哦，看到，没事。你要晒台，你要晒台。好，你去那里坐着。这里啦。你的狗要掉了没？那我穿很多家吧，你要不要把外套脱一下？对。大旭，大旭，不要玩那个绳子。原来你不是要晒。